频道在分享生活中的芝麻小事，偶尔也会分享我人生遇到的难题，如何对抗人类的七情六欲。喜欢可以留言分享，订阅请按全部，才不会错过纯妹的人生百态。一如往常的骑着脚踏车前往五甲龙成宫妈祖庙，这几天刚好是妈祖绕境，虽然没有实际去徒步跟在旁边，但看着 YT 上妈祖做的每个爱的行为，内心都自然油然而生，有股感动想哭，到底是为什么啊？